先救我一下，蜜蜂在哪？头上。好痛啊！干，好帅啊！你骑士。蜜蜂。我知道。干，不要进去！不要进去！出来！哎，快到了，要到一段。对啊，再一段就到了。再来也是山路哦。已经要到了 ，OK 吗？怎么办？我追上你啊！啊！北宜公路是一条位于台湾北部，连接台北与宜兰的公路，全长约58公里。北宜公路后段因下山的山路曲折，素有9弯18拐之称。早期因为道路现行起步视线不良，造成重大事故频繁而被认为是不洁之地，甚至有过往车会撒名字以慰亡魂的习俗。但近年来政府相关单位进行了大规模的路线改良，除了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之外，一些会阻碍视线的边坡也经过消除，已经变得非常好走了，而且路又平。有机会的话，各位一定要去走走看，保证打破你对北宜公路的刻板印象。后面呢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我要带你，哇，好远哦、喔！我一直换电池啊，然后我又下雨天，刚刚一开始一上来不是下雨吗？然后一起啊！我就把那些东西拆一拆，放一下，拍个照，拍个照，这一下拍一下，拍一下。我上次回来也是在那拍，有吗？上次跟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大卡车那么多，然后你还可以一台一台抄。过那个最高点后，我就看一下，嗯，看你在我前面，我是想要带个东西，那边又没东西吃，你要加油了，哎，我才消一格哎。
边是跳国道，白痴哦，走。老板在吗？老板不在。他这个老板不在。前面应该有吧。对吗？那就雅马哈吧。阿伯，我的排架松掉了。啊？排架松掉了，那可以锁住一下。今天都没锁紧，反正就骑起来会松掉。我在等机油满的时候一起换。这个台湾不在这边吗？对啊。那什么？我在买二手，他上一个车主改成这样，我要把它改回来。啊，你把它改回来？嗯，我要改短排。他怎么发现？方向的那个应该就好 ，OK， 谢谢。老板，谢谢。
乡间小路真的比较奇怪，被人都不看红绿灯，说转就转。这边吧，这边啊，哦，出发前往海石洞。我好怕我的牌架要掉下来哦，怎么办？这边还蛮硬的，那边骑到那边应该就不行了。哇，这边又滑了，沙滩脱掉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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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，我在往直，它会往左边飘欸。看，残了，残了，残了！不妙，不妙！这样可以。对。哦，回来一点。现在石头比较多，比较有救，不能走那么太软了。谁说挡车不能骑进来的？哇，真的！没有，我讲错话吗？这边倒车还好啦，地板是沙地。而我要往右，他就往左，他不听我使唤，好爽啊！哦哦哦！啊，不能往那边，不能往那边，要回来。啊，这边。好累啊，怎么那么累？
到不了，好远哦。哎，这边就有个洞，这边就蛮漂亮的耶。哇，小红，你成功了，你的第一次。没有力测试也没有倒。呜呼，成功了！杨子谦，你还行吗？哇，海，山，哎，有车开进来，哎，好帅啊！然后鞋子都是伤，怎么了？我来了，嚯，四驱车，帅耶！啊，骑到我那边就好了，我那边就蛮漂亮的，那边有洞啊，小小的洞，骑得过去吗？那我帮你骑，那边很美，骑这边啊，骑这条，都一样，真的、啊、不会怎样，我帮你骑骑看。那边就好了啦，我不要再往下了。那我，不要了，好了。那边还好啊。那你骑过来。不要。我觉得那边沙滩比较大哎、欸。又没有要去沙滩，走啊走。不要啊，这里就好。那这边干嘛啦？挡车好像比较不会掉漆啊。可能轮胎比较大吧，又不会整个陷进去，然后马力又比较大，赞，好玩 ，CBR 也可以嘛，防晒也可以啊，可能越野比较好骑啦，可是越野也要换胎啊，一般的公路胎其实也不好骑，好险，没有倒车，赞，来石洞，冲！摸一下传说中的大理石，看我们这边扎一活动，改天一定要来住一下，住个一天。从里面出去的感觉，重见光明。是啊，很漂亮。开那种车来，市区的，好轻松。这边太尖了啦。你不要受伤。野孩子，你也想当野人啊？哇！一望无际。虽然天气不好，至少没下雨。玩水喽！